一个恐怖情人小命难保。他要冲过来，然后拿我的头去撞桌角，那鼻血就喷了，就喷一道在地上。然后他妈妈还进来擦那个血，说啊，我儿子不是这样子的人啊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晚间10点，女人我最大，享时尚低基金。